目前呢，这个大火造成了6死4失联，而第一批到场的屏东消防局2分队有3名队员不幸的殉职。在爆炸发生的时候，走在最后面的赖俊如直接被炸飞，而前面的3名队员也被大火吞噬，就连遗体都难以辨识身份，必须要透过 DNA 比对。而当家属赶到殡仪馆的时候，更是难掩悲痛。其中一名队员陈伯翰的妈妈更是哭到瘫软，而另外施宝祥的太太也牵着儿子来验 DNA， 让人看了相当不舍。家属痛哭失声，全身瘫软，只能坐在轮椅上。殉职的消防员儿子陈伯翰被大火吞噬，面目全非。一旁的女友一边拍拍肩膀安慰妈妈，一边要强忍住眼泪。曾经在基隆一起工作的同事一听到消息也相当痛心，说到他和女友交往多年，为了工作还一起调职南部，陈伯翰更到了屏二分队工作。过往的甜蜜时光从脸书上就能看到，如今发生憾事，同样殉职的弟兄施宝祥家人也来到殡仪馆。讲到一半突然哽咽说不出话，施宝祥的老婆带着小孩来认尸，家人万万没有想到这一天会这么快就到来，相当悲痛。如今3位消防员被大火烧到认不出焦尸，第3位殉职的消防弟兄中级员的家属也立刻赶到现场验 DNA， 希望能赶快确认身份。钟爸爸想到当时接起电话的心情还是很难过。你是钟爸爸吗？我说是啊。他说对不起，基友已经那个了，睡不着了。讲真的一句话，心痛啊。来到他们工作的地点，办公室里一片冷清，留下一名值班同仁。陈伯翰的座位。对，然后这个是施宝祥。施宝祥座位。对。同事面对镜头，不愿再多谈，干净的座位再也等不到主人。这次殉职，消防署和各个县市消防局几乎也都把页面改为黑白悼念。一场大火让4个家庭从此天人永隔，但也永远为英勇殉职的他们感到骄傲。华视新闻屏东综合报道。发生大火的当时，第一批冲进火场而殉职的消防员赖俊如，他被救出来的时候已经被烧得面目全非，最后呢是靠着他衣服上的名牌才辨识出他的身份。而其实呢，赖俊如原本可以选择继承家里的五金行，不过因为他太喜爱了消防工作，才会投入救火的行列。原本预计呢10月份要跟太太去度蜜月，没有想到如今是天人永隔。他的英国籍太太也相当的悲痛，而赖俊如的父亲说儿子很帅，还难过的问可不可以不要再解剖，因为那等于是二次伤害。我非常以他为，我喜欢听他讲救护的工作。要不办婚礼，这是一连串是多么快乐、多么骄傲、值得大家喜悦的事情，突然的这样子，你说我怎么接受？殉职消防员赖俊如的妻子哭到倒在婆婆的肩膀上。原来一家人还沉浸在结婚喜悦中，但赖俊如却离世。原本他预计10月就要和英国籍的太太一起去度蜜月，太太留着一头褐色卷发，神似影后凯特温斯雷。妈妈很难接受，好好的一个儿子就这样走了。他非常的优秀，真的，而且他非常的快乐。他是一个非常easy的孩子，思维很简单，很单纯的一个孩子。在山林间开合跳，脸书看起来是个活泼的大男孩，赖俊如总是给人阳光形象。他被救出后伤势严重到难以辨认，家属更不敢相信这个噩耗。原本要求验 DNA， 但衣服上的名牌写着儿子的名字，只能痛心接受。有 DNA 的塞啊，不是吗？提到赖俊如父亲忍住悲伤情绪，比出大大的赞，表示他平时非常孝顺。而他脸书也经常po出和家人相处的照片，表示放假时都会回家陪伴阿婆聊天，相当暖心。他脸书最后一篇贴文还发出队中训练室的电视播放小美人鱼的画面，并标注淘气和消防少女心。消息一传出，好友更在脸书上留言：“别再淘气了，说好的吃饭呢？永远记得你灿烂又腼腆的笑容，还有你暖心的故事。一路好走，任务结束了。”字字句句都让人相当痛心。而根据他友人的留言，赖俊如家境不错，原本可以在家中当个五金行王子，但因为热爱消防工作，选择当个打火弟兄，救人无数却救不了自己，也让家人相当哀痛。华视新闻屏东综合报道。Hello， 我是林仙怡，想要抢先掌握最及时的新闻资讯吗？赶快订阅、按赞、开启小铃铛，锁定华视新闻 YouTube 频道。